Lady Can。如果呢被拍到的朋友跟瑞迪做一样的动作，最可爱的瑞迪，哎，迪丽热巴，有点迪丽热巴字的来换你喽，嘉龙。工程师在三分的命中率方面呢，虽然说法师打得很嗨，可是扣掉法师的三颗三分球，事实上呢，其他的球员加起来三分剑七投这个一中，这个也是在一二场比赛工程师赢下来，都是靠着本土球员外线投得进，这个比分就能够一波带走。好，我们休息会，稍后再回到竹北体育馆。两位呢都算是我们牧师女孩，就骂脏话，结果双方以一个三分球的差距要进入到下半场。那目前新北国王暂时领先，我们也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今天在上半场，工程师除了辛巴之外，法师他个人的优异表现。法师在上半场拿下了工程师个人最高，也是双方平双方最高的18分。也请呢大家跟着一色空气清净机一起深呼吸。好，这个时候要深呼吸了。那有被拍到的朋友，等一下可以到服务台的领取呢由一色所提供的精美的纪念品。打完是一样的三分而已，接下来的这5分10秒对工程师是非常重要，甚至可能会改变这场比赛的走向。因为呢，热火王。